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阿斌。今天呢，我带一位成都过来的朋友来我们这山上玩了。今天呢，我要先带他去这个林子里面找一下松茸，他是来想来体验一下这个松茸是怎么找的，然后难不难找。然后我们上来的路上的时候呢，发现我身后啊有很多的我们这里叫的盆已经成熟了，现在我就带他过去吃一下，你们也过来看一下吧。看啊，这个地里面结满了这种黄色的盆，我们这里叫的碗碗盆，非常的好吃，这个多得很。看二娃他们就开始吃了，看好大一点。这个盆呢是非常漂亮的，颜色非常好。为什么叫碗碗盆呢？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它这个摘下来的时候翻过来的时候就跟碗一样啊，所以说就是这样得名的。没吃过吧你？没吃过，我从来没吃过。他从来没吃过啊，他说跟他们老家的那种有一种盆有点像，但是他们老家那边的口感没有这个好。我们这里这个季节山上的这个野果子到处都成熟了，非常的多。我们现在很甜很甜。对，现在吃了就继续走。看这点非常多，同样的牛牛些吃吃就安逸了，别亏吃。现在我们进林子了，必须得把这个衣服穿上，因为这个青冈树它上面全是刺，非常的蛰人啊，不穿的话肩膀都会被全部刮坏的啊。看朋友就是这样的刺啊，全叶面全是那种小刺。喂我，哎呦，我腿子倒了口气儿，哎呦，我怎么倒着去？算了，我试试。这是大路，哪儿？过来嘛，你来点你都害怕了，敢捡啥子松啊？来嘛，我怎么好举人哦？你要让到他点噻。哎呦，我日你妈！今天运气不错啊，刚进林了，你看这里就发现了一朵。哦，这边，看这边，这边结果还有三个。哎，这几朵还比较安逸。我日你妈！为啥子松茸贵嘛？它贵有贵，它有松它的原因了，晓得。这里发现了很大一堆菌子，可惜都是不能吃的，有毒的。听到远处的叫声没有？这附近应该有一个鸟窝，然后我们靠得比较近了，然后所以说那个大鸟一直在那儿叫，在警告我们不要靠近。朋友们，这个路还是挺陡的，要从这里上去。朋友们，大家往这边看啊！今天呢，我们进林子啊，运气不错，刚进林一会儿就找到我们小金松茸了。这个松茸还是挺大的，这里。今天带这个老哥来啊，看我们小金松茸，说明我们俩有缘分，他也有运气啊，一来就今天就碰到这个松茸了。我现在把它撬出来。我都给哦，啊，这个松茸拿出来了还是有这么大，不错不错，我也是第一次就是挖着，第一次来体验，这找松茸确实不容易啊，哎，太辛苦了，在这样的林子里面窜，阿斌又找到了，看，哎，运气不错，那个白色的，过来又找到一个。这个非常漂亮啊，挺白的，你们看，好香。你发现一堆杨柳菌，但是太小了，感觉都不够一口吃的。朋友们，现在呢已经是中午了，我跟这个老哥讲了一会儿，我们今天运气挺不错的啊，我带他来也碰见松茸，他也找到了。我捡到一个。对。是不是太巨人了？下山回家了。对，他是。被这个青冈树的这个叶子上面的刺
把它抓的直叫，他说受不了了，我们现在就回家了啊。感谢大家观看阿斌的视频，也欢迎朋友啊来我们这里玩，想来采松茸的都可以来。这两个呢大些，你们看，走，我们现在走，赶赶车回。一个车子吧。哦，车嘛，车来得住。哦。今天我们这儿咋样嘛？八十。风景还不错。山太高了。山呢确实有点高。爬的脚爬不软的。